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特别事情呢，就是让明星的妈妈们来诉苦、控诉一下他们的女儿们有多么不听话。嗯，你自己的妈妈有定过门禁吗？ 我妈这方面还蛮开放的耶，从小就没有要求几点要回家。没有，但是她会不讲说你几点一定要回家，但是回到家的时候，她会把灯都关暗，然后坐在沙发上演戏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妈，你怎么还没睡？她就会说你还没回来，我怎么睡？然后她就会再自己飘回房间，我就知道她有生气。你如果看到今天几位妈妈的表现，可能会觉得你妈妈还蛮宽容的吧？我们今天要邀请的这些明星的妈妈们呢，那他们其实对于女儿。 可能有一些不好意思当他们面讲的话，所以我们让女儿们先关在后面，不要出来，让妈妈们先畅所欲言。欢迎三位妈妈，你们好。欢迎。好，这三位妈妈呢，我们暂时没有来揭晓他们分别是谁的妈妈。不过有的因为上过电视，可能观众眼尖的话已经认得出来了哈。那第一位这位阿姨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你的女儿听话吗？听话。每个礼拜会有一次惹你生气吗？会。 是，超过一次，至少一次，大概一次吧。大概一次，所以是会吵起来的程度吗？也没有讲话大声，他会凶你，不会，是讲话大声。就是说你不要这么啰嗦啦，是讲这种话吗？哎，对。那你会难过吗？哎，不会，因为不是什么大事情，他就是因为一些小事的。那你觉得你的小孩年纪大吗？ 还好，我不太懂，哪有人问爸妈的你觉得你的小孩年纪大，因为妈妈自己就是妈妈，她没有想说以妈妈的眼光，可不可以分辨出说女儿真的大了，要让她赶快定下来，或是出去飞之类的。可既然跟妈妈住一起，应该就表示还是很依赖妈妈吧？嗯，那个女儿有想要自己出去住过吗？哎，没有，她很乐意跟你住在一起。哎，对，是不是你一直缠着她？ 嗯，我觉得你的那个，你的态度有偏差，就是我觉得你是站在女儿的态度在讲话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妈妈一直缠着她？因为有些大部分的妈妈会说，是因为可能妈妈说不定因为女儿缠着她不想要自己住啊。你觉得女儿为什么不自己住啊？嗯，我们互相都离不开吧。她有带过男生回来给你鉴定吗？嗯，有朋友常来玩呐，啊，没有什么是说属于是男朋友的，因为她有同学啦。 OK， 还有那个什么小恶魔呀，你们也知道啊，常常来玩。那都是朋友。小恶魔是那个主持人吗？不是，有一个助理主持人是小恶，香香盈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的朋友。哦，绰号叫小恶魔。哎，对。别人。对。阿姨，阿姨应该说，我以为是那个小恶魔，因为他的朋友很多绰号，有的叫小猴。 OK，白猴。那都是他同学。女儿几点钟回家？被你认为是太晚回家？因为之前她是做模特，对，她的工作有时候等片场要等得很晚，所以说她有跟我讲一声的话哈，我就知道她人在哪里。有时候她没给我讲，又很晚没回来，我会很，我属于一个紧张性的，我会害怕。 所以我就会不高兴。你会多久在黑暗中演难过的戏，还是你会冲出来骂他？我是会念口口谁谁的嘛，我会骂他说你怎么不跟我讲你几点要回来？那他如果没有及时通知你说他今天要晚回家，结果又没出现的话，你是会打电话给他朋友说他已经失踪了吗？哎，对，因为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他那个他也是来电视台哈，他打电话说他要回家了，哎，在计程车上，可是半个钟头他没回家，我又打电话，电话又没接，后来我赶快打电话叫他朋友找啊，因为我很紧张，是很紧张，我会想说。 会不会是给那个司机绑架了，还是乱七八糟会想一大堆，很害怕，我就赶快通知他朋友，赶快找帮忙找。结果后来在哪找到？后来就是半个钟头以后他回家，他按电铃，我说我刚有打电话叫你朋友找你，他说我手机没电。OK，所以他会觉得你太戏剧化，对不对？他。 觉得我很啰嗦了。是第二位，请问你女儿几点钟回家？你会认为太晚？
你是指现在吗？现在。现在年纪的话，现在没有限制他哎。没关系。因为他有的时候要录空通告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时间呐。阿姨穿的是娃娃吗？对。是啊。阿姨平常都这样穿吗？我从年轻就喜欢这样穿。OK。所以你也是很显眼的一个人哎。对。嗯，对，年轻开始。所以你应该还可以穿女儿的衣服吧？不，她衣服我不能穿，她太大件。哇，比我高啊！哦，所以不是你在嫌她身材维持的高，不是她比我高，比我高。阿姨感觉好像是很有自己的人生哎。本来就是各过各的嘛。是。所以你不会骂她？有啊，做错事还是要骂。像最近一次是什么事让你觉得做错了？最近应该是去年吧。OK。去年好像是喝杀青酒吧，喝酒回来醉得不省人事。是到完全失忆的那种吗？对，回到家他已经吐了乱七八糟了。然后是你照顾他的？对啊，我一晚上不敢睡觉。那你不高兴什么呢？你可以喝酒，但是不要喝醉，因为会伤身体啊。可是阿姨，你看起来很像是有酗酒哎。我不是酗酒，我有喝酒。因为你看起来就是以前年轻也是有丰富的生活哎。有啊，我一直是很丰富的生活，因为我是单亲妈妈，一个人养两个孩子，我有我的工作。是。那最近依你的了解，你的女儿是单身吗？她一直是单身吧。哦。你说交男朋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还没嫁出去当然是单身啊。那有在交往中吗？目前好像有一个男朋友。是可以带回家让你看的吗？我们家连我都不可以带男生回家。可是如果他不带回家，他如果去那个男生家，不是更令人担心？他们家有爸爸妈妈。嗯，所以你觉得对方的爸妈会帮忙盯着是不是？他爸妈好像还不错。第三位你好，他应该比有的观众觉得比较眼熟哈。你们家除了这个女儿之外还有几个？我们家有四姐妹。都住家里吗？除了老大结婚出搬出去以外都住家里。所以这位有让你很烦恼吗？还好哎，是乖的，她是乖的。其实她是可以说四个姐妹中她的个性最温和的。你是不在外面过夜？不行啊，绝对不行。除了出外景外，当然有啊。几点？我十一点就开始call人了。哇！可是夜店十一点才开始嗨哎，不可以去啊！我都没去过，她怎么可以去？那万一朋友在那边办生日派对呢？那她要报备吧，要先跟我讲，让我有心理准备。盖章。他从来没有跟你抱怨过，说可不可以不要十一点就 call 他？有啊，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得 call 啊，他不 call 他不回来，我不能睡啊。所以你也是跟我妈同一个路线，在黑暗中落泪的那种？没有，我就是一直 call 一直 call 到看到他回来，我就很生气，就门砰我就进去了。也不会唠几句狠话吗？就是甩门就走，甩门就走。可是你放心他回来了，可是你压不下这个气，所以你要摔一下门。所以他现在这个男朋友是圈内人还是圈外人？他目前没有男朋友啊。他有吩咐你不能讲的吗？没有，因为他确实是没有。那如果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就他招出来他是有男友的，你会生气吗？不会啊，27岁了也应该交男朋友了。你会担心他27岁还没结婚吗？还好哎。因为我觉得在30岁以前都还算年轻呢。是。她有跟你哭过她被男朋友劈腿什么的吗？没有哎。所以感情上面的创伤她不会跟你分享？没有，她没有跟我分享。可是我知道她在念书的时候有个男朋友，后来是分手。她没有跟我分享，可是我知道她心情不是很好。你是说她念书后就没有交过男友了吗？没有，据我所知是没有了。这你也信哦，阿姨？当然信啊，像27耶。对啊，我天天看着他，怎么能不信呢？所以你觉得他只交过一个男朋友？对。是。一方面也跟我知道状况不同啊。对啊。所以你还是阿姨，除非我不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等下核对一下。可是如果被你发现他真的瞒着你很多事，你会受不了吗？我想我要自我检讨。他已经开始深呼吸了，你不要把他吓到。他如果在节目里面讲一些事情，回去是不是会跟你说说妈妈，我只是在节目里面讲好玩的，都不是真的。一直都这样讲啊。真的耶，那
连我都还比阿姨多知道一个男朋友。是，他在我们节目中不就聊过吗？回去就跟妈妈讲，说是随便讲的啊，就节目里讲好玩的。所以阿姨，你有觉得演艺圈是复杂的吗？以前他还没踏入以前，我是觉得比较复杂，可是他进来以后，我觉得还 OK 啦。那你有看到我的新闻吗？哪一则？很多则啊，被打的吗？为什么被你讲的好像是新闻？你也讲的会有点太口白了吧？太口语化了。你说阿姨在家里看那个新闻，会说打得好之类的吗？不是，就是我想知道长辈看待这些你知道捏造的新闻会有什么心？没有，你先不要问到这么远。长辈刚刚看到你，应该就很头痛吧？因为他们如果管女儿，很需要他们。教养没有看到很新，我就觉得那好可怜。可是阿姨，说实话 ，S 在节目里面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的时候，比方说，吃男明星豆腐啊什么的，你会在家里讲说要求啊什么这些吗？没有，以前我都还没有上过节目的时候，我就会有那种想法。那现在我已经上过好几次节目了，我就看过，就是说。爱都拢搬去啊，就知道你受伤。嗯，所以他之前认为你是个放荡的人。对啊，没有，不是他啦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承担得起多少真相呢？因为女儿可能会用暗示的眼神求我们不要揭穿。我觉得有时候妈妈也要试着长大，就是其实女儿也是长大了。试试看吧。啊，我们欢迎第一位女明星出场。好，我们欢迎，请进。哎，欢迎莎莎。欢迎。嗨。到这边来。你从小到大都跟家长一起住，对。然后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受不了要搬出去？我是有想过，就是如果我有一天有钱，我想要自己买个小套房搬出去住。你现在有钱啦，你现在能力够了吧？其实也还好，没有这么够。所以你是被钱困住，住在家里？也不是这样子讲啦，就是要出去也是可以，但是因为我从小被这样管过，就是管已经到一种习惯，就是我妈现在不管我，我都觉得好紧张哦。怪怪，所以你从小到大只交过一个男朋友？对。你又要求？真的吗？你看着我的眼睛。来了来了，可以开始看。真的。你没有在看我？我有啦。不是讲真，你在我们节目就已经聊过一个男朋友啊。不是我。不是我睡着那个啊？对啊，睡着那不就是跟男朋友吗？开车开到睡着嘛？没有啦，你们记错了啦！明明就是你讲的故事，那个是朋友啦。所以你今天在意的是说妈妈不知道真相，你怕妈妈伤心是不是？不是啊，那个是朋友。你如果是妈妈，妈妈跟我们说你从学校交过一个男朋友之后就再也没有交过了，直到现在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不是啦，对。就是这样。你现在是在跟我们使眼色吗？没有啊。你为什么眼睛看起来在使眼色？没有啦，我妈就是谈感情这一方面还蛮开放。阿姨没有在用放松的眼神看我们。哎呦。阿姨是用严肃眼神在看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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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她说钱没有就交给她管。嗯。可是她收到平常跟账单有关或者是扣缴凭单这些。妈妈会检查吗？对，那他开了之后会核对说你有赚这么多吗？对，他就会跟我说你有赚这么多，你拿回家有这么多吗？好，那我就说哦，我有拿一些回来，然后他就会说你有存起来吗？我说我有，然后他就说卖给你没有，就一直刁我这样子。所以妈妈其实就是这么敢表达自己情绪的人，非常敢。那你可以买。自由的买东西吗？不行，就是现在只要我买东西啊，然后如果带回家之前，我会先放在就是外面的草丛。阿姨的手在抓。你在控制情绪吗？不是，我不懂那个妈妈是觉得你拿的钱回家的不够多，还是说她怕你乱花？都有。怕她乱花。她怕我乱花。对，我怕她。你现在年轻赚钱有限啊，年轻有限啊，你现在赚钱不存。以后怎么办？那他是不是有背着你去买很多东西？哦，我背背里里口口啊。那他都藏在哪里？他到处藏，都提口到处藏。所以其实你有找到过是不是？我有一次有被他发现，因为你买东西藏在楼梯口。对，因为我的策略是先放楼梯口，等他睡觉我再出去拿。但有一次我关门太大声，然后他就在我后面，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出来就踢，然后他就那是什么？我就说哦没有，就我买的东西这样子。但是我最近会用另外一招，就是厂商送的这样子。所以你这招打的很多，就很多厂商送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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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我觉得你也不是会买很贵的东西的人啊。不是啊，可是他就觉得我废物买很多，可是他自己也爱买废物，还敢说我哪有买废物？锅子几个？
郭子曼每一个女人都会买，我没有啊。你小姐啊，你又不用做饭。所以11点门禁这个事情，他一直 call 你，你在电话中都不可以挂掉，说我不要接了之类的吗？我不敢哎，因为我就会接起来，反而是他会挂我电话，就是我跟他说好啦，我要回去了啦，然后他就挂我电话，然后我后面其实还要讲很多，但他都不听我讲，就挂掉。所以你其实还是怕他的，怕他。他有一次硬要跟你们去参加一个派对，对，就是跨年，我妈都硬要跟，然后我就说我的朋友都有来，然后他就说我看你们在玩什么啊，我要一起玩呐，怎么可能跨年跟妈妈？对啊，所以我这几年跨年都带妈妈。他真的有去，有去。所以人家倒数5、4、3、2、1过年，然后拥抱，你是跟你妈拥抱？对啊，然后这几年其实跨年都在工作，我妈也是一直要黏着我啊。可是跨年跟圣诞不就是属于跟姐妹淘疯狂的派对吗？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派对，我的派对大概只经历了2年而已。就你也想买醉吗？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就是常常有举办 party， 那2年我有喝醉回家过。结果呢？我妈不知道，但我都很镇定说：“哎，我回来了。”然后我妈说：“你身上怎么会有酒味和烟味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哦，拜托，那环境大家都在抽烟跟喝酒，那酒味沾到我身上了啦。”我就进房间就跌倒，好恐怖！你说你喝醉在她面前眼清醒哦？对啊，眼超清醒的。我妈都没有发现过，这是我首次讲出来。哇，是没有发现过她喝醉，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她不会喝酒。你现在生气了？我真的不会，没有没有没有生气。所以你有觉得她在看别的地方吗？眼睛啊，你明明你啦！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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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他本来就这样子，你一直逼他，他会很紧张。刚才你刚刚说出来说，如果钱够的话，你其实愿意自己住，这话会伤到妈妈的心吗？他常常讲啊，可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个能耐，一点点伤心。其实你离不开妈妈，对不对？可能会有一点，因为我现在就算出外景7天，我都会觉得我好想回家哦，这样子。是想妈妈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讲电话的时候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我妈贴这种话超窝心的。当妈不是为了这个吗？还有钱。高兴哦。好啦，那就是相信阿姨的话。先躲到妈妈旁边去休息一下。好，这一组看起来，反正母女相依为命，应该还好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所以，今天请来，既然敢跟妈妈上一起上节目，应该都是跟妈妈处得还不错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欢迎下一位喽。欢迎下一位出场，欢迎，欢迎小玉儿。嘿，你感觉就是乖乖牌啊？我是啊。你问妈妈说你现在已经没有门禁了，不是真的？没有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门禁超严，然后我是革命而来的，现在就是我有陆陆续续让他就是知道我发动革命，然后让他就是抗衡抗争一下，然后现在才可以。革命也弄到多严重？就是会吵架啊，然后吵完架他就不理我，然后或是因为就是我给我妈一张金融卡，然后他就会把金融卡放在桌上说我不要你的钱了。那有一次他说你不是我女儿，不让你碰。哦，那是很小的时候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国小的时候，然后我只是因为我妈拜拜，然后我们学校那附近有个教堂，那个教会，然后我不过就是要去上教会，然后刚好是母亲节，他们说有做康乃馨，我想说可以送给妈妈，然后结果呢，我妈就说不准去，我心里想说是早上，因为她觉得怕我被骗，那我想去一下应该没关系，然后她说你要去就去啊，我不管你，然后我就去了，然后去了之后呢，我做完康乃馨，大概中午的时候，我一出那个大门的时候，我就看我妈在门口等我，我想说还不错嘛，后来接我，就后来呢，我就要给他那康乃馨，他也不收。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，他就把钥匙要打开，然后我要帮他开那个门，他就说：“你不要碰我的门，你走开。”然后一进去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让我碰，就觉得说：“你不要碰我们家的东西，你不要碰我的东西。”然后完全不把我当女儿，意思就是说你已经不是我女儿了。对，而且一个礼拜吧都不跟我讲话，都不能碰家具吗？就是他的东西都不能碰，天门隔空取你家来吃。我连打电话都不敢打，悬空的。他不能好意思。哎，妈妈刚刚说，她向来就是这样打扮的。对啊，她以前你知道我刚出道的时候，我的细跟高跟鞋都她的。
然后而且他还规定我说，你穿裙子就要穿网袜啊。网袜是他一向的作风吗？对，他还特地为了上康熙要买金葱的。然后我说，妈，你太夸张了吧？而且他豹纹呢，豹纹加网袜哎。对啊，这样会不会太？哦，因为他现在单身，然后只是我一直很想要帮他征婚，不是征婚啊，是就是真有交男朋友。因为我觉得妈妈一个人在家，因为现在我们都大了。妈妈刚才一直跟我们说，她过着很丰富的生活。屁啦！没有，她看起来气势很惊人。是，但是因为他就是养了我跟弟弟之后，我们家还有一大堆动物，然后他每次就在家里顾动物，是很丰富，因为动物很吵。可是他其实不常出去玩，不像我们想的，妈妈是常常在夜生活。没有，他其实他现在比较从良了，就是比较干净，然后而且比较干净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就没有太丰富的生活。不过他刚刚讲一件事情，他说即使是他本人都不能带男生回家。对，所以这是他跟你约定，就是我们两个都不要带男生回家的意思吗？对，就是我们家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只有水电工跟我弟，我是水电工住在家。水电工现在是个房子，所以我一直说水电工可以进来修，那就男丁止步。所以就不管任何的男生朋友都不肯进来。阿姨，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个规定害到自己？不会，在保护自己。可是万一你真的也是喜欢一个男生，所以我才要他交男朋友啊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任务。男生也不能回来啊。就他交了，他搞不好就会破戒，然后他破戒，我就可以破戒。因为你起码可以邀那个男生回家来煮顿晚饭，请他吃什么之类的。可以在外面吃啊，然后交往如果不到两年，没有经过考验是不可以进门的。什么考验？要爬真身？不是，现在男生都。他喜欢你爱你的时候对你很好，可是翻脸要打你的时候也很快吧？这种家暴不是太多了吗？家暴不是太多了吗？目前也是单身的。其实我也是革命很久，因为以前他会问我说有没有交男朋友，我一定说没有，或者是别人问我妈说我有没有交男朋友，她说当然没有啊，我女儿怎么可能？我女儿根本没有交过男朋友。对，所以我在他的面前官方说法是我没有交男朋友，但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。这个好朋友，这个好朋友认识是已经一段时间是吗？对啊，就是大概一年多。那你有跟妈妈说过吗？就是开始因为革命嘛，然后前面我已经28岁了，然后我记得我大概去年吧，我跟他讲说，你24岁生我的，哎，我现在28岁了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对，然后后来他就开始放宽了他的那个所有的限制，所以我会尽量现在开始就会跟他谈啊、沟通啊、聊天啊，然后会慢慢的把就是交友状况让他知道。感觉像是2年后会打你女儿的样子，还不晓得，所以还要再2年，还有1年的时间啊。我妈以前啊，就是只要我在家里，比如说我跟康永哥工作，或者说跟任何就是朋友照相，不是男朋友，但他只要发现家有男生的照片，他就会逮到机会就跟我说，你千万不要跟这个男的交往，你看他的眼神，他那么花心，他一副就是会怎么样的背叛你的人。每一个在家里面出现过的男生的照片，姐姐你看一下这个人的眼神好不好？哦，很慈祥。你化妆成这样子，很难判断的。阿姨，你看得出来他吗？他的眼神是正派的男生吗？哎，我是徐妈妈，你看，他不是妈妈吗？不是，陈汉典这个人在你眼中看起来，看一下，在我的眼里面，他是一个其实应该是蛮负责任的男生。可，阿姨，那你看错了，因为他每一次他节目他的造型都不一样，他的眼神都表现的不一样，是很难看，所以我可能会被他骗。因为他成名之后就一脚把他女朋友踢开。有吗？有这件事情吗？这个还在聊这件事情。因为这是你人生，这是你人生中最精彩的一个。真的，我这么没有东西可以聊吗？你赶快再加一个女朋友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真的人生中是有几个感情完全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吗？因为这种事不简单。可以先把我妈带开吗？啊，有就对了。可能有吧，不是因为就是。可是事过境迁，他应该不会在乎了。我觉得他回家会找我算账了，我超后悔把他带来。可是你说他能怎么算？还不就冷战几天还是会和好啊？对对对对，就是要经过那冷战的时间。哎，可是我妈的那个冷战很恐怖哎，她不用骂人，她一个眼神就会让你，然后我们家狗都害怕。可是她是一个演员，她在戏中。难免会被传一些绯闻，这个时候你会干涉吗？不过我问他是真是假，他说没有事，那就没有事吧。你有没有骗过你妈？其实有事。
善意的谎言应该不算是骗吧？你真的没有跟圈内人交往过？哦，阿姨真的没有。没有。他可以拍很性感、很性感的照片吗？如果他敢的话，就可以。他敢的话就可以，可是他好像都不敢了。他不敢，他从小他比我保守。我觉得妈妈可能会先去拍。对，真的，因为我每次就是我如果穿太长的裙子，或者是我没有穿细跟高跟鞋，他就会说女生就是要穿袜子，然后穿窄裙，然后才会性感。所以像他今天穿这样，你觉得穿太多了？对，他都说我像出门倒垃圾。所以阿姨，你觉得女人就是要展露自己的优势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你可不可以到他旁边来，跟他站一起看一下？不要吧。哇哦！阿姨，你里面是小洋装吗？不是，是迷你裙。因为刚刚说会曝光，所以裙子也是，这是你定做的吗？没有，这件是我最长的裙子。可是这件外套是这一套，我都是套装。很厉害，没有这衣服，我觉得真的比女儿有明星架势哎。我去妈妈那边做，感觉这只布好像亲啊，是她亲手杀的。这套衣服已经好多年了，好吗？是，大概八年了。很有气势，对，阿姨很棒，她很有气势。好，欢迎你，请坐。小玉儿也坐吧。好，谢谢。所以可能下一个明星比较像这一位妈咪的。对，因为他们两个风格比较接近。接下来这位跟他妈妈，我觉得我完全没办法联想到。搭不起来。嗯，好，我们来欢迎那位喽。我们欢迎他出场，欢迎。哎，欢迎。啊。Hello。这位真的是你妈妈吗？对啊。还是灵眼？喂，故意要找一个好像很慈祥的妈妈。妈妈说，你还是不会住外面吗？对。你会不会有那种工作，其实只要三天，就你跟他说是五天的工作？其实可以不用这样跟他讲，就直接跟他讲就好了。可能说不用骗他。对，可能说，哎，我要去玩几天，跟朋友去玩几天。可是莎莎都是骗他妈妈。没有啦。哎。你妈妈知道啊。对啦。你怎么抓到这件事的？这很简单，他回来你看他眼神就知道了，他不会说谎的人啊。可是你怎么会先说你是不是骗我？你只去没有，不用说你只要耐住性子一两天，他就自己露馅了。对，因为我都会跟他聊一聊，我就不小心自己就是讲出来了。那你如果报备说我今晚要玩到4点才能回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，其实他都会，其实他嘴巴说可以，可是他心里还是会担心。然后可能我回家的时候发现，哎，他房间的灯怎么还亮着？然后他又不敢说他等我，因为我会骂他。而且你妈妈的背影看起来就会让人家很想哭，很心酸这样。然后他就会假装说没有，我起来上洗手间。其实我知道他在等我。对。而且妈妈那个头发应该是故意染白吧？没有没有，感觉跟你头发没起来。没有，我妈71了，所以这么有吗？对，她71。没有，我还很年轻啊，我这是少年白。妈妈，你看你把年龄讲出来了。可是刚才你出场之前 ，S 问了妈妈一个问题，说她有没有觉得女儿就是年龄算比较成熟的？妈妈有跟你谈过这件事吗？说你她会觉得像我这个年纪应该赶快结婚生小孩。结果你这会惹怒你吗？我会灌输他一个观念，说如果我找到不好的嫁了，也还是会离婚啊。对，那我希望我找到，哎，我愿意嫁的，我想嫁的再嫁，这样。要慢慢怪到大环境上面，慢慢灌输他这个观念。那如果周刊有拍到你跟谁谁谁出游那种八卦的，妈妈会问吗？他好像不晓得，好像没看过这个。是有被拍到几次？真的吗？真的没有，没有，小孩子没有，他乱讲，没有，小孩子被打到头晕。所以妈妈常常令你不高兴，是她跟动你房间的。因为我会有归位嘛，我房间不大，所以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是固定的。可是现在有一间空的房间是放另外放我的东西，那我常用的是放在我睡的房间，不常用的放空的。他现在呢会把常用的放在空的房间，把不常用的放在睡的房间，然后我东西又找不到。我会想说给他整理整理，什么冬天夏天的，因为他衣服很多。他的衣服没有在分冬天跟夏天，每一季节都穿。没有，现在是你是说
他故意把你需要用到唯一？他不是故意，他不是故意，因为他不知道他有他的需要什么。嗯，他说你们两个相依为命，你根本不想搬出去住。我觉得我搬出去就没人照顾他了。对啊，所以妈妈觉得他在照顾你，你又觉得你是你在照顾他。对，我觉得是我在照顾他。这很感人。三位女儿可以跟我讲一下，就是你们讲电话的时候，妈妈如果有机会可以把另外一只分机接起来听，有这样做过的举手好吗？对，你们，你也有，你妈妈也会听你讲电话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，不是故意啦，可能他想要挂，可是挂得比较慢，这样子就有一小段听到。你说他接以后说哎，只有您电话，他自己没有挂。他客厅有一个电话，我房间有一个电话，有时候同时接起来的时候，我是他的电话，我放下去，当然会前面会听到几句啊。哦，找左右宁啊，好，等一下哈，挂断。所以你觉得妈妈就算挂放不下电话也是正常的，正常的。所以小月，你怎么，你妈妈听你讲电话？我妈没有承认过，可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同样生肖、同样星座、同样血型，所以她在想什么我都知道。而且她可能有几次就是被我抓到，就是那个话筒里面有声音，怎么会这么不小心？对啊，应该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吧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你读书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知道他外面交了哪一些朋友、同学，要了解他的状况啊。可是偷听的时候，不就是应该尽量不要被发现吗？我不晓得，我不晓得声音会不会发出去给他听到。所以你听到的内容有很惊吓到吗？不会，没有，还好都很单纯。有一次是只是我的学长打电话来叫我要带什么东西而已，但是他只是一听到是男生的声音哦，他就冲到我房间来说，拿着抢我的电话说你不要跟我女儿交往，然后就把电话挂了。真的是他根本没有要跟我交往。害我超尴尬的，所以妈妈真的很紧张这件事。她很紧张，因为学生，她还是学生的时候，我不希望她交男朋友。莎莎，你妈妈也是听分机吗？对，我妈也是听分机，但她有时候就是听到后面有点太无聊，她想挂，但没有挂好就会被我发现。那你会在另一头喊出来吗？对，我就说妈，你在干嘛啦？然后她就说哦，没有啦，我想说要打电话，所以拿起来一下。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内容太无聊。但是我妈会趁我出外景的，比如说三天的时间啊，去我房间翻我的东西。没有，我是去帮她换床单。My God， 你有看过我的存折吧？哦，那换宿啊，你还学？对，所以现在导致我存折要一直藏来藏去，就常常要换不同的地方，常常都忘记存折。存折为什么不能给妈妈看？为什么？因为她就知道我赚多少钱。那这有什么关系？她本来就认为你应该全部交出来啊。我为什么我没有？对啊，她很古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怕看？我觉得钱真的没什么好不让爸妈知道的吧？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赚多少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有所保留，因为有时候我想买什么东西，我就想要买，我不想被他发现哦。今天领一万，明天又领两万，这样子被他发现。阿姨，请问如果女儿不在家，你要去偷看她房间的东西，到底第一个步骤要看哪？她房间很简单啊，就衣橱跟书桌而已啊，没有，她抽屉也在衣橱里啊。OK， 所以很快就收集完了。那万一打开衣橱，发现女儿也在里面，好恐怖哦！没那么可怕。可是没有，从来没有搜到什么让你意外的东西过。没有哎，没有，连跟男生的合照都没有。那都是一群工作人员的合照，那没什么好看的。那如果发现他去拍外景的时候有穿比基尼在海滩上疯狂，那不可能啊！这一副身材看就知道是个人玩玩。行吗？啊，比基尼不行吗？可以，问题他不敢啦。对啦，那你从小到大从来不幻想过说有一阵子可以不要跟他见到？我有过，高中的时候念华冈，所以住在山上住了两年，高三又下来。哇，那应该是你人生的巅峰期吧？就觉得哇，好开心哦，谁都不用管这样子，然后就要几点睡就几点睡，然后要几点回到几点回家。但是他会打电话查寝。可是经历过那种日子，不就会再也不想回家住了吗？所以我刚回到家的时候就有点痛苦，但是因为我其实现在出外景跟拍戏，就是其实我常常也不在家，所以就是利用工作这件事情来逃避。但还好啦，跟妈妈住，其实我们两个，我们平常也不太讲话。可是姐姐她是不是有写过离家出走的信留在家里？我看过啊，可是无所谓，他不会走啊，他只是嘴巴讲一讲而已。他信的内容是要说我要出去住还是什么？
还是我受够这个家？受够这个家，受够我了吧？应该是这个样子。那你有反省吗？想说我放松一点？不会啊，因为我一定要管你啊，做母亲都一定会管自己的子女。所以他写说我受够你的时候，你会哭吗？不会。你会跟他大抓狂？因为我太了解他，从小看不到我就会哭的孩子，所以说就算你。我相信他现在出外，你就再不喜欢我，他一定还会想念我，他心里面一定有我的嘛，所以我根本就不怕他。那他写离家出走的信，没有一秒钟真的离家出走过吗？没有啦，我有想，真的想，有想不会做，我担心他，应该是我离家出走的可能性比较高。所以阿姨，你是觉得他根本人生离不开你，对不对？大概等他嫁人才会离开我吧。小月，你被看穿嘞，就是他有离家出走过。两天，然后完全打不到电话，然后我吓死了。他受够你了。对。可是什么事让你气到离家出走？应该是态度的问题吧。我是觉得我把你们养那么大，弟弟跟他那两个大概同时气我吧，应该是同时气我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应该是这几年的事情，因为我一直在工作养他们，然后这几年我没有工作，你们突然间对我这个态度，我的感觉是说。好像你们两个都对我不孝顺的感觉，对，你们翅膀硬了，好像对妈妈讲的话都不听了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妈妈好无能好无用，算了，你们不需要我了，那我就走吧。好悲情哦，好可怜哦，我就想哭了。对，那种感觉，我真是这种感觉，我把你们养那么大，你们现在都翅膀硬了，你也会赚钱，你可以养你自己啦。啊，现在对你来讲，我是个累赘，因为你要养我，那我就走吧，我也把那个他的那个给我的金融。摆在桌子上，我不要用你的钱，我就走了。所以万一回来后发现子女在狂欢，你就倒了，你就倒了，买气球，来都放进来啊。所以小月那两天你根本你是真的放不下心。我没有办法睡觉，然后我觉得你妈很爱演纠葛的戏，她很爱，她非常一个爱闹情绪的人。那你人生中没有过像小月来讲啊，两年不住家里这种事？没有，我连国小要住隔壁那个阿姨家三楼楼上都不行。国小不需要住在外面？不是不是，我想跟她女儿一起玩，然后玩完一起睡觉，这样不行。为什么要去麻烦人家？对不对？是。我从来不跟妈妈争辩。左永宁呢？你有过两年不在家吗？大学的时候。也是你精心设计的结果。对，其实那时候联考就是填志愿嘛，可是妈妈在做生意，她完全就不管我，所以我都自己填。然后其实我可以填到中立的学校，然后住在家里，因为我从国小二年级顾店，因为我家是开杂货店的，我顾到高中毕业。那我不想再顾店，因为我小时候都没有出去玩，然后我就填不要填中立的，我就填台北的学校。那我填台北的，我一定就要搬出去住，然后就填到了。所以那段时间应该非常快活吧？对，他都计划好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计划好，我好高兴说他的婚事能在中立有个学校可以念。他的婚事分数，分数，哇，这我也是觉得。被赚死了！我想说明明是读书，为什么会扯到婚事？分数啊！所以妈妈后来搬来台北跟你住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刚开始那个男朋友是会有一点抗拒，因为他觉得不方便。当然不方便啊，因为又没有结婚，谁要跟未来的岳母住啊？可是我说没有办法，不住的话我们就分手。结果就真的三个人一起住吗？对，住了。然后人家不是说有婆媳问题吗？还有妈妈跟男朋友问题，因为妈妈也是要整理家务嘛。那我以前那个男朋友他也要整理家务，所以他们两个会为了拖把要放哪里不高兴。可是我那个前男友他又不敢跟我妈妈不高兴，他就跟我讲。所以你夹在中间。对。那后来因为这样就分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就还住了。那如果女儿也都不结婚，一直住家里可以吗？我会，很担心啦，年纪这么大了还没结婚，希望不要这样子。哎，对。那他现在身边没有好男人，让你觉得？他有个男朋友啦。哇，妈妈总算爆出话来了。所以这个是你认可的？哎，对。
OK， 我认为不错。所以你认为他们可能会步向婚姻？哎，对。所以左勇，你没料到妈妈会这么直接讲左勇。我以为他会说哦，还没有什么的，因为我都没有讲。你看，妈妈是史上最难仿的人，真的。所以刚才小月的妈妈是说，好像小月如果结婚也可以自己搬出去住。我不会，我没办法放下她，她一个人。你万一就是已经有了另一半呢？我一定要跟妈妈住，就是不然就是要买两间房子，然后一边是就是两边是可以打通，就妈妈住一边，然后我们住。可是你婆婆哦，就是你。婆婆也可以跟妈妈去。我本以为她结婚我可以解脱了，我可以自由了。我觉得这个方案比较好，住近一点就好。对，我觉得住近一点就照顾，因为不然你看她一个人，然后要是以后再老，没有要一个人，她要去过自己的丰富生活。对呀，你不是希望她交男朋友？不会，我会跟踪她老公有没有劈腿。然后如果不忠诚就揍她，是不是？不是揍她。可是你会，你她结婚后你还是会放心不下她？希望他幸福啦，如果他真的幸福才真的放下嘛。啊，那莎莎应该结婚后可以自己住了。可以啊，妈妈不会还要跟她和她老公一起住吧？不可能啦，结婚一定要滚蛋啊。你们真的很嘴硬，真的。可是你有其他姐妹，你应该不用担心的嘛。对啊，大姐结婚也是出去住啊，怎么能可能跟我们一起住？所以你现在有在催莎莎说要赶快找交往对象了吗？这一直都有这个意思啊。那他如果就带一个男生来说，妈妈，我跟他其实已经在一起四年了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啊，问题是没有啊。是啊，没有。啊。莎莎真的只交过一个男朋友，真是太好了。好，所以感觉起来女儿们都很依赖妈妈啊，这样妈妈很高兴啊。对。然后这三个妈妈，我可以请教你，你最怕跟谁住吗？我觉得嘉玉的妈妈。有点戏剧化，真的吗？因为就是会讲说，好啊好啊，你们就是都不需要我啦，我走啊。这种就是我比较没办法 handle 的。可是你也 handle 不了白头发妈妈，就是会一直哭啊，头发都白了。比较可以用轻松的态度面对，只要把钱好好交出来就好。谢谢三位阿姨，谢谢，谢谢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